我未婚妻向言，林恒宇，是我未婚夫。我们希望得到全国观众的祝福。那他是谁呀？敌人。你不是说你和恒宇都没有在一起？向言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林恒宇的前女友。等会儿，让我捋一捋。嗨，你的主编是你蒋男友的前女友。我操。 你的蒋男友是蒋奇的好朋友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又是蒋奇的前女友，我是蒋奇的微信好友。我们当初是将错就错，才走到现在这一步的。如果你们之间的关系能更进一步呢，那是不是我跟陆陆的关系也可以向前走一小步？你不能只是你尝过的味道，有的时候也该换换口味，比如说。 年下，你就是那个让我不再只依靠一腔孤勇来面对恶龙的人吧？我已经把想和你在一起的念头刻在脑子里了。哪怕你什么都不做，只是陪着我，我也会很开心的。所以，我们从来都不是错误的开始。我可以当你开枪。